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啊！今天咱们看两局马神将的啊，到底什么马神将呢？然后还有一局比较平常不容易见到的录像啊。你看第一局啊，第一局叫做马神破飞影阵，其实有两个马神，一个叫马谡，一个叫马超，怎么看他是什么？我其实也不知道他是什么，我觉得是马超吧。哇，双马神啊！那什么飞影不飞影的，我就手足够长啊，可挡一切，直接亮了一个绿皮儿，甘宁，甘宁小乔吗？啊，首先排除甘宁孙尚香是吧？因为他用一个黑色的装备去拆，盯上主视角了，被一顿痛打，惨啊！再看一眼，过了，估计是什么甘宁鲁肃啥的吧，搁这装无辜呢。该干就干他，这边是什么？摸牌进来有技能，是位吧？打过去啊！你不打甘宁，我就打你，连你俩一起打。谁叫你不打甘宁的呢？还有我来乐吗？啊，张角，这肯定是张角。如果你连这是张角都看不出来，哼！我告诉你为什么是张角：第一，不拿乐；第二，铁锁直接连上；第三，拿了个闪。我就觉得是张角，看一看是不是啊？这支笔你可以留着，他没有留，他想选择了虚报连弩啊，因为你要虚报这支笔的话，就可能要一张扔一张杀，不乐意嘛，对吧？黄月英，黄月英往下看，黄月英说我亮了，我就可以往下看了，对吧？我没亮我不敢看，怕别人打，但我亮了，我看了你我就打你，把甘宁给解了。我觉得他不是想解甘宁，他是想连甘宁，但是没发现甘宁已经解了，他已经在链子上了。我不相信他有的好心，还给他解了。没看他蜀国吗？只能说肯定不是吴吧？是不是蜀我不知道，也有可能是魏啥的不好杀。但是这种人还管好不好杀呢？有啥好不好杀的？非我族类啊！其心必异，你看果然他是想杀甘宁的，他刚才就没看见。压根儿就没看见链子这码事儿。好，他说我就射马，反正你也不是灵童，也不是孙尚香，啊，一顿 buff， buff 全伺候上。哦，顺一手，装的吗？打谁？这货真的是装的吗？啊，没杀中。这走位有点像装的呀。啊，不是，果然是个魏国，不好打。你不好打就不好打吧，你去打队友。甘宁真的是谁都打他，那边被张飞一顿打，打完了还是杀甘宁。趁你病要你命，他也是为，对吧？你要不要组织一下？不组织，反正你也跳位了。啊，直接当场出来收割，那你是想多了。这甘宁那么多红色牌用不出去。还没点货吗？刚才还想省过差，还想直接吃鸡带走，然后吃鸡没带走，只能把过差先交给他。张飞说：“我肯定不救，我救了谁知道你活过来？要不要报复我？”哎，果然是鲁肃啊！看来我还是厉害的。说那刀、吕布、吕奉先决斗，那么首先可以排除张任。因为他如果是张任，肯定去决斗逃皮，占一手便宜。去决斗是个烂荀彧干什么？好，对着荀彧一顿打。我估计那个曹洪应该是司马国家，所以这个黄云上还没有打他，看了以后抢救一下，不让收，继续强行呵呵强行憋持了半天，还是没打死。哦，包养能不能解乐呢？看啊，这个货装了一个加一，这个货也装了一个加一，但是呢，咱们手非常长，哼，咱们是双马，给吕布也行吧，可以理解，毕竟他的视角他也不知道主视角是啥。啊，为什么弃牌了？因为杀不到，你杀不到，你搁这比划啥呢？来，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能杀到。听说杀不到是吧？把他封住，一起杀。
马超也亮啊，先把乐拆了，开始屠杀，不屠杀，竟然不屠杀，不是有刀了吗？亮了马超不就可以杀到了吗？不杀，不动手吗？大兄弟，让张飞去动手吗？你有马神哎，不舍得动手吗？你有刀吗？双马神技，不动。我觉得得动手吧，这有什么不动手的？结果他没动手，这边放了个 AOE，把吕布给翻了，真的蛇变是驯马，阴差阳错，误打误撞，你还敢给他？不知道你就矢志在眼前了。其实可以动吧，不动就算了。其实你可以杀，你能杀到他，他有加，他当时是没有这个加一的，有一个飞影，但是他有寒冰剑，还有加二马是吧？好，此乃驱血虎虎同吞源狼，之计。这刘备死不了，刘备肯定有货的，小，扔的都好今牌，天无恙，还能没货小吗？人请安歇。勇字当勇字头，当头，头，义字当先。义字当先，必须一百乃多穿人你。头，自然值这回得。合你总要破了这个飞影阵了吧？不能让他们再嚣张，而且他们血线也下去一些了，桃也差不多了，甄姬的血线也下去了，还帮你翻了吕布。啊，出来斩杀了顺守天涯，吕布，真的是倒霉，但也没办法。你说咋办？过河你拆说当桥，时三个魏亮了，他还能不打魏吗？我能打下一家鸣惊吗？人。不存在，坏了。不过还好，他肯定翻黄月英，不慌。他必翻黄月英了，他能翻马岱吗？可能吗？妾身无恙，我想觉得必这个有就不所要图奶谋。黄月英了，这里要奶马岱了，因为黄月英大概率被翻，就这样吧。反正是过将。里边有吴懈吗？吴懈得交的，不交。给我翻过来！哎呀，被小翻了。人所以说不嘛，敢刘备，怠你难道没有遇见他被翻吗？你应该把奶这个马岱嘛，给他奶点牌。哇，这好奶待。道啊！教无哦，你看方。想明白了，只有亲自翻了过来，你才能想明白。没翻，你没有想明白这个正反个儿，是不是？这个代劳还是很赚的，因为这个代劳可以把牌洗了，直接出来，还绝影。搁这儿，哇，这牌也太糊了吧！吴承这牌感觉就他都不想先开代劳，你发现没？其实我觉得吧，这牌就一波了，直接株连，先摸两张里肯定有废牌，然后开代劳把寒冰剑洗了，再把一张废牌洗了。他这也不想洗，是因为全是杀，他想收了再洗，因为株连没啥用的。这个要一波了，好，这里马神。打的你也卖不了血，但是魏国也不能不救，不救就更崩了。没想到马神有这么多杀，天生我材，天生我材必有应用，待千金散尽机遇。还复来。啊，你死了吧？死了还有飞影吗？有的时候有 bug，现在应该没有 bug 了吧？之前是有 bug 的，死了也有飞影，主公要臣死，没我的关是系我啊，的，臣反正挨个不杀，打不死。牌是我的，酒，杀。直接还九你火杀了，全军突击！就不用封他了。九火杀都当场去世，梁惠君永马在神西，永远第三。而于是吕布挺悲惨的，不可能！但是吕布就像大海中的一叶浮萍啊，喊什么喊？我敢完杀！全不能自主。看下一局。下一局啊，下一局也是马神，看看是哪个马神，好像什么一打五啊，能不能一打五呢？哦，并没有马神，那怎么回事呢？可以看看剧情就知道了，全部都还我，来一首《沙漠歌姜维》。其实我还是建议啊，说真的，我还是建议四血啊，姜维主好一点，三血太容易死了。这只是我的建议啊，你要是觉得姜维副将很厉害，你就继续这么放啊，也没什么。好，这里直接选择梁亮惠将，计，不可废也。你想亮就亮吧，随你啊。好，全拿下，要一张无中，三尖吴两刃刀，军有无？先过牌，那五六剑挂不了了，只能挂三尖。知己知彼，其实这彼里有看一种。下回阵射敌。
干他！现在群雄很凶，揍他！不要客气，揍不揍？好像也揍不出啥了，要不换个人揍？给他埋下一手伏笔，让别人觉得他是鼠。就不该缩头缩脑。张角，要不别打了。你小子是张角，我不杀行吗？啊，换了一个五六，等待队友。暴露了吧？你出来，你有种出来！出来，不舍得寒冰小剑是吧？这支笔，吃个桃。他个乐，他不是鼠，他是鼠，他会乐他的，他不会去乐个姜维的。哎呀，难了呀！留着杀吧，防弹麻，还八卦。谁是张角啊？还是说有司马懿？目前不知。哇，这不全是坏音？怎么还有孙奔也掺和进来了？孙奔你为何掺和进来？坏了呀，桃子被拆了，有队友吗？天哪，你可真狠，好勇斗狠。关键问题是还是他还炸到一个这个。哎呦，你是杀的挺准的。哎，这里可以变了。但是问题有个乐，你真的要变吗？咋办呢？他可以拿乐，对，他可以拿乐的，正好把乐拿走，然后变了，变了得了，不要这破玩意儿了。愿为丞相谋。哈哈，变了一个最好的，本来要死了，变了一个庞统，这一手变就非常的精妙了。本来人没了，马神立大功啊！我跟你说，马神这把真的立大功，这也是马神。对吧？你不要小瞧这个马神，立大功。马神打呗，你爱打谁打谁，反正这一帮人别打到那个曹丕、张角啥的就行啊。这边发现也是绿皮儿，直接杀过去就是。你是看过大乔吗？你这好，好闹了半天他是张角，可是藏的挺深的。还好变庞统了，不然当场射死。我的妈呀！好，打个无懈，他决定保庞统不保自己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必死，不如保庞统。因为庞统还有一条命，说不定就保下来了。这个马谡想的挺明白的，是个明白人。替我挡着。什么玩意儿啊！各种添乱的，我去你哥的吧！没啥好人，啊，收个人头，他估计也受不动了吧？或者说怕裸奔？咱们知道四十群还真有可能裸奔，你射不射？他发现马谡死了以后决定去弄这个小乔啊，毕竟小乔是克星，真裸奔了，因为咱们知道是马腾。接下来呢，反正都是敌人了，因为这些人都弄过你，而且弄得很狠，咱们看看能不能一杀五，对不对？全是坏人，那就一杀五呗。有一哇，吉里古朵。你看啊，首先二局肯定先挂，然后开远交，找一找四局里的，三的是不行了，五不着急，五你一会儿可以，没有梦想啊，先远交，万一有四局里呢，对不对？要有梦想，万一有四局里，那不是多么，这里要一波打爆他们的头，有没有周泰？剩下的。反正咱们是那个庞统，咱们可以随便连，全给他们捆起来，其实就差口酒啊，就看卧龙你了，剩下的就看卧龙你了，连上，然后再继续连，还有火攻呢，还救，里面有个珠子，珠子喝掉，然后这边再连上，再火攻啊，反正哎呀，还有万箭呢，直接万箭了，要实在不行，你可以连自己啥的，看情况。反正都是坏人，杀死还藏什么藏？藏着也要杀你，都去死！这局非常精妙啊！原来双判官啊，怪不得独条忽忽悠悠，忽忽悠悠，这把真的牛。本来蜀国崩了，变出一个庞统，然后庞统这边直接二距离五距离当场起飞，配合沙摩柯，沙摩柯还是强，他还要保他，别保了兄弟，你自己都保不住了，还保？可心挺大的，知道他会撂梅花，留一个梅花。
以备不时之需。啊，你还保吗？当然不保，桃子也没用了，有就可以救了。没，估计没，可以。不过没关系，就你们两个残疾人进鏖战还能打得过吧？这边还有先驱呢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两个残疾人，啊啊，打打打，收收收，那你又能如何？老天你不还是要一血过吗？啊，你闪电，你有命用吗？天下纷乱，谁这也下不能的置身就事看外。卧龙椅了。这个可能这里应该是铁锁，这里应该是铁锁挂加一出杀，这样摸三掌好一点。好，利用先驱找到一个难蛮啊，当然他有先驱，自信先驱可以触发，也是成功的找到一个难蛮啊。这局确实很精彩。其实马谡去变身到关键武将，然后进行翻盘的录像还是比较少的，因为，一个是马谡比较难遇到，另外就是现在这个马谡很多人都不会玩，他都不懂得帮队友变，要不然就是有的人帮队友变，队友不懂的，队友不变，搁那出杀出闪子，这头大。好，咱们再看下一局啊，下一局叫做平局，其实咱们平局以前看过，但是看过的平局是老汉推车。旧版的老汉推车啊，但是现在其实刷平局还是挺难的，看怎么刷啊。这玩意儿怎么刷平局？难道是别人刷了吗？看一看啊，哼，有可能。离点人许生褚。大事，勿拘小节。说实话，现在想刷快平局跑真的前很说，难，直放接马裸出一。来吧！杀一刀，看杀到什么？闪了，铁锁连环，敢闪是吧？不配合，继续。杀！血疼手不疼？必势破城，方能解决我啥玩意们儿？神威之荀彧，势，手牵荀彧没想到他有连手弩，同一想心，到他留一成连功有连弩，第一下就者，亮了。哇，只为怎么今这么多？大聚呵如平。呵，怎么这么多位啊？关键没有国家，有国家就爽了，有国家就爽了。小野，你是什么？铜镜映无邪是吧？这个 ID 我还真见过。哎呀，疼啊！他没想到他有连弩，好，这边又来孙笨，小霸，携手真的同是心，刀刀见方血，能解决见我血之封神喉，位技。怎么刷光排堆啊？其实挺难的，因为有人死了，牌又进棋牌堆了，而且你用掉的牌还会要把洗掉，有个周泰配合，方能解决我再军刷进位创技。里是吧？见提防。关键要弹他了，关键问题是你弹他其实都不好，这里是我可解能不决弹我了。军之位因技。为你弹他，他正好在这输出呢，他巴不得要输出牌呢。我一不手建议破弹城，了，又能真如何的，谈他起挂着来连弩搁这输出呢，胜？你是弹他，他正需要牌呢，方能解别决弹了我吧，军忍之了吧，位真技。的。破城就何谈去，神怎么威？还有国家？不亏。那大用了，别弹了，真的不携建议手同弹。心，岂我能是解决我不军建议之弹的，位说真技？的。怎么谈前缘？方能你越解决弹我越爆军发，之位技？国家的话就很容易刷了，满身这些手好同用，是破城，借位无助不盘建议前弹，因缘。为你弹他掉血没有意义。他现在正出牌呢，而且他后边是队友，两一联动，他现在要是牌，他血一点用都没有，所以是我不建议弹。你这个弹其实很容易，就更让他起爆，就直接催全场了。这里离点携要手注同意的就是心，不要平方局，能呵解呵，决我军咱之一般位人注意技。不到，可能何道至理，看能不能刷成平人局啊。可意会？讲道理，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裸一了，还能刷国家，无中生其实有，很容易催过来，杀！对吧？你坚孙不膑可你也不破，一定，方你也能很难解挡决住我啊。正其时也，杀！有黑杀你非搁这用红杀干啥？又勇没有者曹丕，携手同让他刷心，那么多是牌又方出不了能师。解决我军之位技。要有曹丕，你故意用个红杀还能理解。这五张牌减一都没，没关系，减满一也身没有是用，火就焰，先杀他，杀完他再勇者杀方张能绣呗。解决我军我之杀张位绣有技。点阻力，有可能被弹死是吧？好，孙笨，难道杀！勇孙？哎者呦，岂惧皮肉之伤？哇，孙笨两个醒。携手同难心，道孙笨要利用方能创把解决牌我都军给洗之进位去技。吗？来首联袂演出，满身伤满痕，身勇伤者痕，同心，这你方妈，能我解这也决就是我周泰，军真的，这换成什么人早就被砍烂了，之位技。砍成筛子了。
个李典、许褚驾着连弩罗衣，你说对不对？就砍成筛子了，这里有桃。不过他现在说实话，他裸衣状态刷郭嘉只能靠优异去刷，那决斗什么的刷两求两桃，或者用沙刷。周泰，你啥时候倒？给个信儿行吗？你们看啊，牌局剩十一张牌了，这牌就是这种出现平局，你一般要看啊。你看啊，现在场上这些人这些牌，你自己可以算一下有多少张牌，因为这牌有点太多了，场上这些人的手牌已经非常多了。他这里有十多张牌，加上串，加上他有二十多张牌，所以其实排队没有几张牌了。如果你在这些排队情况下还没有把这个周泰打死，就是不让周泰这些牌进入弃牌堆的话，那就弃牌堆没有牌了，就可能平局了。但他好像也没有办法，他有什么办法吗？他只能希望把周泰打死，他不然怎么办呢？去打。就反正就只能打周泰，看牌队剩三张牌了，手牌全在手里，有减一吗？有减一，你可以杀张绣，但杀张绣的话，你需要桃子支撑，也不好弄，有可能死啊。不过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有两个桃子，应该可以支撑下来。好，因为什么这个牌队又多了呢？因为他用的那个沙又进了牌队了。就是他刚才用的沙又进排队了，但是呢他可以滚动，一会儿就滚，看看什么时候能滚动的把那个都没了。有点意思啊，破纪录了。勇者携手同心之上，二十五张牌，二十五张牌外挂十个创，我了个去的拼无界，真没有闪吗？孙笨，这二十多张有一两张闪还是有可能的吧？满身伤痕，我勒个天！不是这个孙笨也配合，关键是孙笨这么厉害才能造就这局发生。你说孙笨要稍微弱一点就被砍死了。勇者，哎呦，他有桃，没事儿。他这么多牌还能没有桃吧？完了。哈哈。哎呀，太刺激了，零了，然后这里救了，这里他说你顶不住了，他忘戏完以后正好排队没有牌了，中间平局，张绣这两个桃出的好啊，不出很可能因为周泰一旦死了那个牌又进弃牌堆了，这两个桃一出当场平局啊，主持人还看着挺明白的。就是强行大家都不输，五五开，哎，你操作半天，我跟你五五开。哎呀，这局说实话真的难遇到啊，百年一遇，因为首先你要很多种条件，这条件都得满足，所以说这个很难遇到啊。再看下一局啊，下一局还是八神。平局呢，就是排队没有牌了，没有牌用了，那只能平了，因为没有牌用了。还没死人，那只能平了吗？没有牌了，那还怎么玩啊？游戏还能玩吗？没有牌了就玩不了了。主要是这个周泰也给力，你跟你说，这个周泰确实给力。又看没看见将？反正你们看见了。好，这边姜维马谡，哎，难道这回要帮别人变了吗？刚才有人给你变，现在这是什么？这开黑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放了一个，看看是啥吧。他说为什么不给你？不知道，因为你名字不好，你名字叫出牌等三年，能放给你吗？放给你等三年，这不黄瓜菜都凉了，还等你？这名字起的就不好。你看看人家要潜入佳境，就名字就比你好，就肯定不会放你的。我跟你说，你就反思一下吧。好，一代劳，来一道。你说你这人非跟他较劲干啥？就为了谋断是吧？我有一个马，我有一个小马哥，万箭齐发。你这万箭就不是鼠，你这不是想打刘禅吗？搁这儿不怀好意，非良善之辈。你看，给个烂决斗，这能是鼠吗？放个万箭打你个血，然后给个烂决斗，
然后让邓艾顺走再继续打你是吧？看你不是啥好鸟，这支笔坏了呀，又被看了，要动手了，打不到，不能忍一手，咱们忍吧，咱们还能出来开玩吗？哎呀，丞相所教，心挺大的，他可能觉得法政很重要，就重要吧，他可以去抢一个马。小小娃娃，乳臭未干。对。哎，主视角果然是跟我想法一样，这发现了这个小毛不是蜀国，叫奠定孙权。好，这个位啊，技能都暴露了，技能就暴露了，别装了，嘿嘿，你不出来，人家给你打无懈，人家认为你三血不卖，当然他也蠢，不看读条的，他觉得你是蜀国，你给蜀国回血呢。别点错了，你点错个鸟，点错还点错，怕他打你了。好，把那个决斗顺过来，然后去揍他啊。你有对吧，你有先驱打死你啊，决斗。当然咱们这里有桃要救的啊，人家有先驱的，并让他用出来，不能把这个先驱浪费掉。哎，摸了个南蛮，可以马神的南蛮大家都懂的，可以大归心，万象归心，刷一刷，全用光，找一个人看一眼，下一道。不怕死，就尽管放马过来。那他只能是蜀或者群了，不然不是应该杀他吗？是不是？好，回起来了。吕蒙，你咋不嘚瑟了？又笑到最后，先练你就笑不到最后。弃牌，啥也没有。打下家呗，把他打死。他不是喜欢藏吗？中什么过差、火攻啥的，你不打死下家，把他打死。无中生有，挑他。过河拆桥。他要打死甄姬，行吧。充盈军资，那你就打死甄姬也行。屯田，上保国家，下有杀，有杀，然后放南蛮。我建议制瞒他，防止他给补牌。好，直接射死。有没有人救？没有。拿狮子。拿狮子啊。狮子多香。好。这边难道要一个姜维配一个马谡二打六了吗？感觉有这种气息啊，捕捉到了。看看能不能啊。你们越猥琐，这个姜维加马谡越怎么又有南蛮了？有点东西啊，把这个下家也做了得了，啥烂玩意儿？一个魏国配了个什么东西啊？也不卖血。好，继续南蛮，你们能顶住吗？你们有多少杀？打他，打出来，不出来就打嘛。杀你们，行吧。以退曹贼，烂吕蒙。这里你们真的不出来吗？就眼睁啊，好，救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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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救他，逃没有用，而且这帮人又不舍得出来，对吧？不舍得出来，你们就好好的待着。说刘禅上来放权了一个渐入佳境，不干啥好事儿，原来是个坏人，来一刀，人不给你啊。反正也无所谓，你看这魏国都不敢出来，也怕成啥样了？这么怕吗？大 K 坏了，他发现受辱了，所以去给这个吕蒙补牌了。本来不愿意补，但是受辱了。在干啥呢，哥？你一个人出了半天牌，把自己，这啥人啊？一个人出牌，把自己所有牌都。所有的资源耗光，然后变了一个许褚，把荀彧变了。人才，人才皆略之。吐了。他可能是蜀。反正法正一直也没动他，不用管。法正没动，你也不用动。三号明显是五，你在打什么？三号怎么就明显是五了？三号为什么明显是五？不是你放权的吗？成明显是五了。
你说这些魏国都不亮，一个烂郭嘉，一个烂荀攸、荀彧，邓艾都亮了，搁这一帮人不亮，真的是。没事，咱们各个击破，利用他们不亮，各个击破。放大满可以，有马谡肯定可以放大满，不怕什么卖血对吧？可以拿你装备的。对呀，你卖卖血，听说你喜欢卖血。这是个群吗？一副老自保的样子，有可能。好，他说他反正也不打我们，顶多是个群。刘禅呢也没打他，那我们就置瞒一下他，不让他两血。那他到底是什么呢？难道是两个群吗？不敢亮，有可能，毕竟群雄仇恨值很高。你看这个人就一副自保的样子，就挺像群的。他把沈炼扣了，是想挂呢，还是说觉得我们大优了不要？他还惦记收国家，你想什么呢？你们都被蜀国打成这个样子了，你看主视角高兴的不行，哈哈哈哈！你坏了，你打到仇恨了。你说说，你都被蜀国打成什么样子，你还去打魏？你管什么魏呢？大象无形，魏是你管的事情吗？对不对？魏需要你管吗？好，他真的是绿，还是个绿饭，上身间。抓紧时间变一个厉害的吧。所以说刘禅，你开局放权吕范是出一个什么思路呢？不明白。好，这边由于这个魏国被这个绿皮打了，那等于帮咱们削除羽翼啊。关系不那么，姜维也不怕。好，他是个群，果然没人打他，他又去打吴。不是，我就觉得蜀国折腾了这么半天没有仇恨，就搁这可劲儿折腾没有仇恨。你说群雄没有仇恨也就罢了吧，人家智瞒他给他感恩了。你说你们吴国和魏国能对他没有仇恨吗？他们都把你们打成什么样子了？真的，群雄你说不打我也能理解。杀国家吧，吴国应该不会救国家了。你这把打了半天，你要再去救，不是打自己脸吗？那何必呢？闪电，三人成虎，事多有。好，他说我不杀国家，国家生气了，说不定就打你们绿皮儿。来看看你会不会生气。严总，没啥用啊。他说我不敢动了，我再动我人没了，我还动，动个鸟。哇，这个真狠呀，直接放庞德。庞德真的是，哎呀，收买人心一把好手。这庞德就是甘心为奴。这小子还想拆藤甲收割，哎呀，你小子挺美啊，想一个南蛮入魂把全场都收了。但你明显收不掉，吕范肯定有杀，然后姜维剩下的牌大概就是吴县或者曹。可怜一身胆略，怎么办？咱们还有一个桃，太好了。不过说实话，这个庞德还真的不是说完全没东西，差点给打死了。咱们这边桃连桃架不住，怎么变出来一个这个呀？我的天，这怎么有点恶心。好，下一道，真的还好是桃连桃啊，不然人没了。所以说庞德还是有虚报的，没有，并不是咱们想象中的那样，完全没有什么东西。好，这里注意啊，不要劈了人。当然好像刘禅的不好控了，只能控自己了。嗯，可以把闪电顺了是吗？你要顺了吧，要不他可能不顺了，他可能要顺庞德了，说劈了就劈了吧，拉倒，认了。这只能先杀这个庞德了，直接咆哮啊。好像杀了这个庞德，终于利用上法正了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万一刘禅真被劈了，其实就不好打了。这里你还不好去挑吕范，对吧？因为挑吕范容易被他一波大劫命啊。这里有一个明桃园，桃园一开就很舒服了。接下来的话，闪电反正肯定不会劈张维，正好是劈吕范。
别别，要不一会儿就把这个肯定也搞了。下一道。哎呀，大李范呀，李范周泰倒是不厉害，只是难死。但是就怕他突然之间变一个爆的，把你给爆了。所以打他要悠着点，悠着点，不要造成变身的。你看，这里你拿了他一张牌，那就不要再弄他了，防止他，防止他变，或者说，就算他不变，他大劫命你也不愿意接受。这里可以控闪电了。天文地理，丞相所教，哎呀，为铭记于心。下一刀，加血就不动了啊，因为。对吧？你们懂的。开源节流，做法余粮，加一码事。其实加一码也没啥用，想慎就慎啊，自己别被劈。这波就不好弄了，因为他现在一血一排，你只能去杀他，赌他不是闪去掉血，不好下牌的。李范手里是个酒吧，那就咆哮，都没啥用，看看能不能咆哮把他打死，反正他不是闪嘛，人家出组，感觉要死，真的吗？啊，没死，再来一波，再来一波，放一下，还是没有闪电判定啊。这里倒是可以控闪电，如果有的话，不好挑，没办法，这是真不好挑。但他回合内还是比较弱的，没啥厉害的，火攻有点东西啊。九，再给一张。其实挺怕他手里是闪的。黑桃二，这牌都没用啊，只要控一下闪电，找点杀什么的。他把闪弄了，不想让你摸闪。等一下，等放权吧。等放权再来操作。这刘禅也是大撒手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大撒手。好，这牌非常好。可能要动了，那就挑衅吧。因为你要动手了吧，你还能不挑衅？你看这个屌毛还留个桃搁这儿，说反正你也不敢下我牌，我留个桃不死就行。但是人家这回合要动手了，那肯定要把你的桃挑掉。对，直接利用咆哮，能不能打死？会也十一创吧？再不会，咱们要符合大众逻辑。还有一刀七创，该死了。七创已经是一个很高的记录了，所以也正常。这局其实这个马谡配合刘禅啊，包括姜维，其实发挥很好啊。虽然说那边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打法。但是也并不影响蜀国的发挥啊，这局还是可以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全看完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觉得精彩的扣个666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